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慧敏，慧敏哥，很开心今次可以参与到 HKTA 的一个这么大型的儿童音乐剧的演出。我其实在香港都是第一次做儿童音乐剧，可以一次面对近200个小朋友，真的令到我的母性是激发出来的。因为在由开头跟他们一起彩排，见证到他们去到演出的一个这么大的跃进和成长，其实我是有一种好像妈妈看着小朋友成长的那种喜悦在这里，所以都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演出这个品格英雄，特别是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内容，就是父母就是子女最好的品格英雄，所以我们大人都要做好榜样。而今次有很多我的音乐，即是《风之谷》、《城市人》、《童话的岁月》呢，都是我自己的歌，但是有小朋友的版本啊，所以真的太开心。而且其实对我来说都有少少挑战的，就是在这个戏里面呢，我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术师，我是从来都没有玩过魔术的。而有很多的动作啊，甚至是很多的技巧呢，原来都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学Hugo， 即是我们的老板说的，即是没有奇迹，只有累积。所有东西我们都是真的由一点一滴慢慢慢慢去排练，去很辛苦这样一步一步才可以踏上这个这么漂亮的舞台。所以我很 proud of 所有的演员，很多谢今次这个机会，希望之后可以继续见到大家啦。